晚上来公园散步，我们一家人都会玩的游戏，就是公园捡到石头布，看往哪里走。走哪边？好。噔噔噔，高石头布。哦。一又是你赢了，可恶！我们是往这边走哎。一只要这个，你等下会面临到一个崩溃瞬间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哪边？往回走。帅哦！噔噔噔噔噔，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，哦耶耶！剪刀石头布。那只狗狗好像玩具哦。哪里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快！三，哇！我们走，我们刚刚回来的路，又继续往前走。等下会有一个大梯形。剪刀石头布，哪边？你是代表往回走吗？回走啦。哦，很崩溃，竟然又往回走。走不完的无限道路，走走走走走。大家小手拉大手，又来到这里啦，又要剪刀石头布，又来到一样的路口，又来剪刀石头布，嘿嘿，来准备，快点，我来收场。好，今天的灯下面比较亮的地方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剪刀石头布，哪边？往回走，又往回走，悲剧耶，这到底走几次啊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！快气死，又往回走。这条路已经走了600多次了，这一段路已经走6、7次了。我们要看会不会又再重复呢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帅哦帅哦！终于，我想跟翠婷。好，我们准备要往翠婷桥前进了。翠婷桥这里很危险哦，如果不是走翠婷桥的话，就要走一大圈。等一下。不要回走，我好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哥哥，你要做一个脸。累死 ，Go！ 那边还比较好哎。我们现在离家里越来越远了，我们现在要走向一条最长的道路。黑色。嗨。很漂亮的。河岸风光，开启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谁赢？耶！等一下还在踩一次。啊，那走回来怎么办？耶、yeah, ！我们往家里的方向前进了。哒哒哒哒哒。剪刀石头布。石头布，好 ，Go！ 哒啦！先举它，刀石头布，
在桌上吹皮球，我好爱吹皮球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！走吧。我本来要完全，完全不用 say， 我们本来说要 say 一段的。靠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哒啦！其实这条比较近，远掉了。我们又来到命运的交叉口了，消防局前面。剪刀石头布。